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，合作领域广泛，企业交往密切，已经形成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。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今年一到四月，中欧贸易额达到了2503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42%。同期，欧盟对华实际投资19.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12.4%。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16.9亿美元，增长了70.8%。在当前疫情形势下，中欧贸易持续增长，双向投资稳中有升，充分展现了中欧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活力。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协定，有利于中国，有利于欧盟，也有利于世界。